早期的猪猪侠才是真正的搞笑动画，今天就带你们好好看一下小时候没注意到的笑点。一、如何应对老师的批斗。猪猪蹦，美术老师说你交的画画作业是一张白纸啊。不，我画的是牛儿吃青草，只不过牛把草吃完了，自己也走了，所以只剩下一张白纸了。我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故事，不会就是出自这里吧。二、装像。我是一头大象，哎呀，这就是猪鼻子插大葱。三、强盗被黑的最惨的一次，没出息，光知道吃，这么大的钻石何止是吃啊。不知大哥有何高见呢？还可以买动画片看呢。四、童年阴影加一。猪耳朵咋没了呀？我没开奥杜。你真的是一头大象啊。那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个骗子跑哪儿去了？我们追。真笨，这样都忍不住了。你才笨呢、差两只大葱就想装象。六、你们的女神。震惊，我的童年女神居然长这样。七、最早的智慧的眼神。真好吃，棒棒糖。真的很好吃吗？真好吃，尝一尝啊，尝一。What the fuck？ 八、坤坤侠的自我介绍。我就是来自2008年中国广州望子成龙小学5年1班的 GG Boy。干嘛？还有能力呢？我不是小猪，我是 Boy，GG Boy。十、官方吐槽。我的老大超人强，超人强真厉害，超人强就是强。你是说那个把内裤穿在外面的超人强啊？十一、导演客串。你怎么又来参加跑步比赛了？没办法了，导演叫我客串一下。讲道理，你不就是导演吗？十二、早吃的舔猪。台貌论长相，论身材论肌肉，论发型论服饰，他这不行，哪一点比得上老大你呀？哼，你个蠢货，说来说去就只说我的外表，难道我的内在就不行了吗？不，造孽。十三，你自己也是猪的脑袋呀。那个超人强长得太讨厌了，不伦不类，超人的身体竟然长出猪的脑袋。十四，第一步武器乱入，猪猪开天宝剑。十五，憨憨的强子。我要投诉，我要投诉啊！他耍赖，他别怨我。何必呢？何必呢？十六，早期网球宝贝，童年阴影又增加了呀。小萱萱，来，跟爷爷做点运动。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十七，令人窒息的操作。十八，原来超人强戴的是假牙。哎呀！十九，官方吐槽。舍我其谁？立下战书，挑战。笨猪，贝贝，怎么你在看，却发出男人的声音呢？因为有我超人强在为大家现场服务。你好骚啊！哦，是，原来这个梗十几年前就有了，真笨，还能和谁下战书啊？
就和你这个小笨猪呗。啊，小笨猪骂谁？小笨猪骂你。哦，原来是小笨猪骂我，那你就是小笨猪咯。啊，没想到短短五集就有这么多搞笑的地方，而且在观看过程中，我发现王威导演绝对是星爷的忠实粉丝。这一部《猪猪侠》里有非常多致敬星爷电影的画面，要是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帮阿信点点三连啦。我们下次继续安排。